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世界不错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这是空中主日的节目，由我罗俊义牧师为大家来讲《创世纪》这本古老的经典。咱今日要看的圣经在甲前礼拜是同款，拢是《创世纪》十七章。咱前礼拜有去讲到上帝甲人立约，啊，这个约的特别的所在，吼，是伫讲上帝甲人的立约，唔是平等的，吼，唔是迄个。平等讲啊，我人甲人的立约迄个平平基础，上帝甲人立约是上帝主动找人来立约，啊，上帝立的约是上帝要祝福人，要祝福好人，啊，这是基督教信仰内底在讲迄个约会无同款的所在。第二样，伊在讲到这个约，上帝在甲人立约，因为上帝是永远的上帝。所以咧，用的无时间咧，是久长、永远啊。因为是永远，所以这个约会延续到伫对子孙的心上。这是基督教在讲到约迄个无同款的所在，甲咱一般的了解啊。因为是久长、永远，所以虽然即阵在讲，唔是讲随讲随实现，伊需要用人用什么来回应，用信心来回应。上帝既然有讲出来，就一定会去实现。啊，什么时阵要实现？那是上帝的决定，因为时间是伫上帝的手，唔是伫咱人的手里伫接受。安尼，上帝若甲人中间有约，人需要用信心来回应上帝的约。啊，这个是咱在读《创世纪》伫讲到约的观念的时，大家小看。甲伊注意，予伊清楚，安尼得看到约的时，就会更真容易了解。啊，当然，今仔日在看十七章，会当阁另外再来看一个问题，讲上帝用什么来得表达这个约的具体的一个记号？这个具体的记号，伫圣经的内面，真做一个真出名的了的问题哦。这个问题叫做行格力哦，啊，咱所以的行格力，就是什么？那用咱今仔日的话来的讲，行格力叫做什么？讲行格力就是咱伫迄个医疗工作上叫做挂包皮啦，吼。啊，这个挂包皮就是查甫人的下体，查甫人的下体迄个皮较长，啊，得爱来挂好掉。所以伫早期这个。中东的社会不是只有以色列民族有在挂包皮，有在行格力。咱若注意到看耶利米第九章啊，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，在迄个所在就写真清楚，有在接受挂包皮啊、行格力这种的礼仪的，不是只有以色列人，以东人嘛有。埃及人嘛有啊，吼，中东的地带真济民族，因拢有在行格力的礼仪，包括什么？包括摩押人、阿门人，啊，佮有真济遐原住民，因拢有即个传统哦。啊，有即个传统，这伫当时毋是迄个所谓做卫生啦，吼，讲卫生较好啦，啊，若无。查甫人迄个下体皮呐，伤长，有时阵呐无注意，哎，积垃圾伫迄个内面，啊，对卫生就真歹。啊，这是今仔日的人的观念。三四千年前的人无这个观念，因在想的就是讲，迄伤长唔好，啊，得爱把伊挂好一条。啊，怎啊爱改挂好一条？问题都出伫遮哦。十七章在写的是写什么？讲。以色列人阿伯拉罕的子孙，哦，讲阿伯拉罕的子孙
是规定哦，包括伊厝里遐个遐个奴才啦，吼奴隶拢总有哦。厝内所有的查甫人拢爱做这件代志，就是出世第八日哦。出世第八日，来行格礼。出世第八日行格礼是安怎变呢？原来伫迄个中东的地带，因遮人拢有伫行格礼，是甚物礼？迄叫做成人礼啦，吼。就讲一个囡仔要当大人，要当大人，啊，得爱来，得伊包皮，改挂好一条，好伊正做一个大人一款。嘿，这得真心血吼。你知影行格礼是安怎行无？咱今仔真简单嘞吼，讲去病院生囡仔。生出来那查甫囡啊，哦，生出来查甫囡啊，啊，咱得答病院讲啥？讲要甲这查甫囡啊，哦，整理包皮。啊，医生足简单嘞，两支鸡丝头啊，尔，一支叶啊叶出来，啊，一支胶刀得切落去，啊，得清气溜溜啊，啊，药啊抹者，也免煮肉虾。哦，啊，这个红婴啊，生出来三四日得手术落去，害个唔是啥少。啊，好一个，确定就好去啊！啊，这是婴啊，哦，啊，这伫病院啊，也唔惊细菌感染，啊，卫生好，佮有消毒，啊，拢唔免烦恼这個。古早的时代，三四千年前，无这个物件嘞，因要安怎做？因得去找一块石板，较平的所在，啊，伫遐来得举行这种的礼仪，啊，这叫做成人礼，所以才会要当。等讲这要当大人的囡啊，吼，这少年家要当大人，啊，大家叫叫来，啊，通过一个宗教礼仪，啊，然后将迄个包皮来揪出来，揪出来要用啥来挂？伊毋是用菜刀啦，吼，啊，毋是用迄个喷刀啦，啊，得剁落去，毋是啊，伊得用啥物？用石头去磨，磨好伊正做石刀来来，啊，将迄包皮揪开时，啊。用石刀硬搭骨骨好一断，哦，咱也去想象啦吼，用想的看迄骨类到底生怎呐？迄位呐，脚手万吨石刀磨无来嘞，骨类多害嘞害嘞，啊，搁多安尼骨尾断唔断，骨尾断唔断？你若看迄人哦，要动迄个疼，你动袂掉会昏昏气的下哦，吼，搁一项，因为是石刀啊，伫迄个石盘顶面的骨，真可能因为无。卫生无好势，啊，搁一支石刀固几下，有可能感染到什么破伤风啊。所以伫迄个在当大人的过程，因为挂包皮，可能就安那死去。好、哦，并发症发生，人煞残废去，拢有可能。啊，这那死去残废，伫当时的人在看啥呐？这得应该死的。是怎样？因为伊个身躯无用，伊无多正做一个大人，所以这个成人礼正做是一个生命交关的一个礼仪。啊，咱得看这個，你也看每一个民族其实拢有了成人礼。我想咱大家拢知影，伫台南啊，台湾的台南市，这个人有迄个成人礼吼，啊，因是十三岁，因是十六岁。不你若去咱问阿美族的人，台湾的阿美族的成人礼嘛是十三岁，按安怎做呢？因会将这个十三岁囡仔，哦，还有迄落族人的士大只的长老，会带这个囡仔走去对暗时哦，利用暗时，啊，走去海边，啊，搭沉落去，啊，迄船啊沙嘞，啊，这囡仔沉嘞，暗时沉落海里，啊，看你收会倒转来袂？这是头奖。啊，有的搭拖去倒位，拖去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去迄落山林的所在哦。啊，衫裤改绑绑个无半领，啊，然后改藏起来，互伊家己去吹，吹伊的衫裤会当吹到啊，穿嘞倒转来。啊，你若吹无家己的衫裤，吹无半领，你就烫光光啊！哦，啊，看你敢落来无？啊，你会见笑到要死去。啊，迄族人的查某囡仔会甲你笑啊，笑甲讲哇，你无穿衫裤。你要对娶某，以后你娶无某，啊，娶无某就表示什么？你袂当真做一个大人。你搁去搭看无论族的，无论族嘛是十三岁当大人，
啊，当大人你也看古早无论做个，因安怎在做？揉迄个门牙啦，大门牙。啊，大门牙安怎？好好啊，都得串起来。你来看，你会惊无？吼、哦！啊，你也看迄外疼。啊，伫在串这个门牙中间，你就当发现着讲，迄个艰苦，咱就敢若讲去找一个齿科医生注射满嘴齿。麻虾提过了，好有迄个安尼咩咩叫肿啦吼，安尼疼啦，医生拢会阁开消炎药啊咱食。但是无论做个无，所以你若看古早无论做个遐个相片，你会看到了真勇的武士，这门牙拢落一气两气啊。这甲啥有关系？甲这成人类有关系。但问题伫即个所在。上帝甲伯拉罕要订约的时阵，要订迄个约，啊，伊用这个约在讲到什么？讲到行格勒来得入约。啊，行格勒要入约，伊要哪用？伊讲这个囡仔出世第八日来行格勒，出世第八日行格勒。哦，这得阁无同款啊！因原来是十三岁在行格勒啊，吼，原来十三岁。但是即马经阿伯拉罕要予阿伯拉罕甲中东地带遐个原住民拢无共款，因是成人嘞，但是要予即个囡仔孩仔出世第八日的行格勒，这绝对有意义。啊，这意义在讲到啥物？咱做伙来安尼想啊。犹太人伫即个七，也是讲以色列的文化内底七即个数字叫做神圣。会甲创造的过程有关系，有上帝祝福，迄是七。所以七日，那一个囡仔生出来，经过七日，拢顺遂平安，因在表明讲，这个囡仔已经有上帝祝福。所以第八日，这个囡仔在安怎归伫上帝。所以这个归伫上帝，独独的显明上帝甲阿伯拉罕立约的。行行顺顺的延续性，上帝不是敢甲阿伯拉罕立约，嘛通过甲阿伯拉罕立约，这个约延续到的行顺，所以伊要予这个意义来凸显，就讲一个以色列人生出来，伊对囡仔开始，就甲上帝已经有这个特别的约的关系，这个就是第八日要表明的意思。所以经过七日，这个新生的日，啊，这七日，一个囡仔若袂当活过七日，就表示这个囡仔无受祝福。一个囡仔若会当活过第七日，迄个叫做上帝有拣选有祝福。所以第八日得赶紧甲什么甲上帝立约。第八日就行格勒，行格勒是非常痛的一件代志，这甲今仔日无共款。我头先讲过。三四千年前的人，行这种的格勒是真艰苦。啊，第八日的囡仔一定是安尼嚎个，唔是声哨。唔过格勒就是安尼渐落去。哦，咱啊去在读《创世纪》第三十四章，我想迄章会当正做一个真好的参考，关于格勒的问题。啊，迄章底下讲到什么？讲到雅各的查某囝迪娜，迪娜有一日。去到雅各因来到伫示剑城，啊，住伫示剑城的所在，啊，当示剑城的头目的后生叫做示剑，哦，头目的后生叫做示剑。有一日看到迪娜水，煞甲迪娜安那强暴，啊，伊甲迪娜强暴了，这件代志去予迪娜的两个兄哥，就是雅各的第二件西面甲第三件利未知影，为两个作秀去，哦，因就去找对方谈判，啊，去找到这个西剑的老爸谈判。西剑是这个，伊的老爸是这个西剑城内底的头目，爱去找头目谈判。伊讲啊，恁后生强暴阮的小妹。阮袂当接纳即个代志，伊讲啊，即头目疼囝，啊囝嘛甲老爸讲讲，啊我实在真爱因小妹，所以毋茫会当成亲啦吼。啊，即件代志看要安怎来讲哦，好好
安尼得大家来讲看嘛。伊讲安尼好，恁若真正爱阮小妹啦，吼、哦，阮有条件啦。伊就讲条件固在你开啦，吼、哦，聘金阮绝对付较高啦。哦，啊，这咱东方的社会得讲亲情嘛，讲到聘金对不对？不，这两个兄哥啊，西面甲里面，哦，真无共款哦。因要求什么？伊讲哦，我要要求这个城内恁的族人的查甫人啦，拢爱七包皮啦，吼、哦，爱行格勒啦，因为阮的民族拢有行格勒，啊，恁的无行格勒吼，这甲阮无共款，安尼唔好啦。行格勒是真神圣。伊讲哦安尼哦，啊，一个人问个了解了解，啊，这好，阮拢答应恁。结果头目落命令啦。全城的人拢总惊，查甫人拢惊格勒。我头先有讲过，迄是真艰苦，用石刀来锯啦，吼、哦。所以一个包皮锯咧，因咧族人无这个传统啊，这锯咧，所有的查甫人，大家安尼挡拢袂掉，伫厝里安尼喊在喊的时阵，里面甲西面，带因厝里的将丁刀牙咧，将这个。敢若为着惊格勒在喊喊叫，倒伫眠床在选的查甫人，规个城所有的查甫人太死甲无半个。这件代志，予雅各真艰苦心，所以雅各随时带伊的家族离开示剑城，因为惊附近遐的人听到这个代志，大家结合起来来拍雅各。雅各讲，伊安尼性命拄到威胁，心内真艰苦。寄居伫人的所在，佮对当地人做遐歹的代志，予雅各艰苦心。所以后来雅各伫年老的时阵，伊安那，伊无祝福利未甲西面，伊是咒诅利未甲西面。伊讲这两个囡仔做迄个真恶毒的代志。安尼，咱得当看出是安怎雅各遐尼的受气，因为惊格勒是一个真神圣，伊在表明甲上帝真特别的关系。但是当人将这个神圣的勒表明甲上帝这个生命约的关系的一个礼仪，起来改当作在欺骗人，起来当作是在残害人的性命的一个工具的事。这就真严肃咯，这已经不是好算的问题咯，这变作是安怎？在亵渎上帝的神圣，在侮辱上帝的权威呢？哦，这个大家真细致哦。所以雅各落尾年老啊，这两个囡仔无受祝福哦，伊差不多等于是在咒诅这两个囡仔一样。后来咱通在西面这个族群。就渐渐消灭去啊，渐渐消灭啊！这是咱对圣经的内面会当看到啊，利未这个族落尾就安那四散伫每一个族的中间，因利未这个族落尾就拢看咧化咧做祭司，袂使家己有财产，但是伊会当做祭司是一个真圣洁的工课。唔过迄甲甚物有关的？甲因伫出埃及到旷野以色列民族。陪伴上帝走去拜金牛的时阵，哦，走去拜金牛，干那利未族的人坚持甲上帝约的关系。迄个时阵，摩西才个定心替利未族的人来讲话啊。这咱通知影，这安尼嘛经过是几那百年了后的代志。所以咱会当看出一个真要紧的所在，惊格勒对以色列民族来讲。是真重要啊！但上帝爱阿伯勒罕，将伊的族人内底、伊的家庭的内底，无论是奴隶也好，无论是出人的请工的也好，反正族内所有的查甫人，大家人拢爱惊格勒，啊，唔但爱惊格勒呢，佫是以后既然是囡仔出世第八日，就爱甲因惊格勒啊，这是。在表明因甲上帝的关系已经安那进一步，啊，唔那进一步呢，佫是升华，吼、哦，来提升这种的约的关系，让一个人出世就甲上帝
有结连，即个真密切的关系。刘兄弟，即卖你小可来在想啊吼，即个结连啊是安尼，安尼这是做伫身躯的记号，所以身躯的记号会当看出什么？看出讲即个人伊的记号是甲上帝有关系。不过咱阿哥去在读亚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一节，咱就会给伊读到一个新的观念。亚利米讲到什么？伊讲有个人拢过去即个甲上帝用哦，拢写伫身躯的外口，唔是写伫内心。所以上帝不爱安尼，因为写伫外口的拢是安那外表的，啊人的内心不一定照约去行。所以亚利米讲，上帝要甲以色列百姓定心立约，啊，迄个约要写伫对，写伫因的心里，写伫心内，唔是写伫身躯的外表。哦，身躯的外表，无表示人的内心真正照起工安尼去。啊，这个是一个真要紧对这种的约的认识。刘兄弟姊妹，咱今日在读这段十七章，伊在讲到割礼。我有提起到三十四章，以后咱会讲到三十四章，即底那甲事件城所发生，即查甫人受大屠杀的代志，咱去在看到一个真严肃的问题是甚物？若那无用真正的内心来在回应，即种的若就是惊割礼伫身躯顶。赤身伫皮肤顶，即个约就失了意义。啊，当咱来想，伫咱的教会的内面，惊以色列人，因用惊割礼来伫表明，甲上帝约是一个永远生命约的时，对一个基督徒来伫看，什么叫做永远的约？伫教会内面，咱伫讲洗礼，所以洗礼是伫表明，咱一世人的日甲上帝有关。哦，咱永远甲上帝结连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吼，甲耶稣基督结连，倒转去到伫上帝的面前，这个是伫讲洗礼的意义。所以洗礼本身啊，洗礼本身伫讲，迄是一个生命的约，伊毋是伫讲洗礼三当五当搁定来，毋是安尼，伊伫讲迄是一个生命的约。啊，这个约是啥物？得甲上帝立约哦，所以咱在讲基督教信仰内底，这个真特别的所在伫洗礼啊，洗礼唔好凊彩，这嘛是我常在讲，你得有迄个生命、命了生命的观念来得配合这种的礼仪，才有意义。啊，那无论是挂包皮嘛好，挽喙齿嘛好。但而害人受嘛好，去藏伫山林，迄拢总是在讲什么？迄拢在讲是一个外壳的物件。真正物件对对来，对用生命的气力来得甲上帝立约，安尼洗礼意义才呈现会出来。刘兄弟姊妹，无论是甚么人受洗礼，你代记洗礼是用生命来起造开。你才有约的意义伫迄个内面，真多谢你今仔日半时间来收看这个空中主持的节目，愿上帝祝福你以及点伫你家庭的内面，再会，平安。来吧，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恩向我们神的殿。